衬衫故事发生在沙尔达饰演的内向男孩安迪身上。一次，一个擅长脑白质切除术的医生雇佣了安迪当他的摄影师，两人开启了拯救精神病患之旅。在看过了无数的病患和手术之后，安迪开始怀疑自己也有精神问题，并要求医生为他切除脑白质。当时两人正来到加利福尼亚，并结识了主动要求为女儿苏珊切除脑白质的法国治疗师，几个人之间上演起最为光怪陆离的人类关系。杰夫·高布伦在采访中说，群山审视了美国历史，并将遗留下来的问题戏剧化，社会危机通过医生的手术之旅展现出来，一路上的病人大多数是女性和黑人，从未有人认真去诊断是否真的患病，到底谁才更病态。影片充满了不同的符号，同时具有乳房和男性生殖器官的意象。在一旁魁梓的男主角和健康女性形象的缺失，影片故事描述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，一个内向的男孩母亲去世后，他开始跟随一位从事脑叶切除术和治疗的医生工作，泰因谢里丹 Ty Sheridan。 1996年11月11日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埃尔克哈特，美国演员，2011年出演个人第一部电影《生命之树》，从而正式进入娱乐圈。杰夫·高布伦 Jeff Goldblum 1952年10月22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，美国演员，因曾出演《侏罗纪公园》《天杀》而深受影迷喜欢，他经常扮演稀奇古怪的角色。高布伦也是百老汇的演员，